啊，我命中了本年的第一枚刺针飞弹。实弹射击的话是那种直接命中，就大家都很努力的为这个任务而付出。陆战队，有人了！如果您喜欢《青年日报》影片，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还要关注脸书、IG、推特、Flickr 相簿和 Telegram。除了最及时的军文，还有不定期的抽奖活动哦。